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一间我很喜欢的 Pancake Cafe， 在双井，然后顺便还我同学的书，所以 Let's get going。别的词，没了。Oh my god, the song is playing. It's Justin Bieber's Despacito. You know the song? Show me some move. Don't fall in.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现在要去今日美术馆，好像有什么展。过去看看，然后就走。I'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so 我们在百度地图，百度再给我们导航。前面转角。转角遇到爱。那首歌怎么唱啊？巧遇见了谁？然后呢？心的美。这边的墙很不错呀。Before we go, let's do an OOTD.你都穿了什么？告诉我。等一会儿。大姐的衣服。等会儿啊。大姐的包。然后呢？然后呢？然后裤子是一个第一天穿的。对，就刚剪那个标签，刚剪。你在这里住了12年没有来过这？哎呦，12年！刚刚那个咖啡在他家附近，他都不知道。都去过好几次了。我穿的是 H&M， 然后淘宝 ，You know， 淘宝什么都可以买到。这个呢，我自己的也是可以淘宝。下半身都是 H&M， 然后包包 ，Samsonite， 哎什么苏绣什么的，中文我不知道，苏美绣啊什么。还有多远哦？还有，我对200多米啊，1公里什么完全没有概念。它是160，像我们刚才走路转过来之后是350，快160，一半左右。我记得那个美术馆上面还要做什么？就是，哦，看到了那边，有小人儿。哦，看到了吗？那边有个小人儿，小银色的人儿。